他要先帮我画，就是他平常会画的妆。平常出去就是类似变成皇后，因为就是我就是臭三八，因为我们眼睛不大，所以我们要把眉毛盖掉。那如果要把眉毛盖掉呢，用就是这个美妆布洛克。没有啊，用的是什么呢？口红胶，简称。靠腰嘞，口红胶涂在眉毛上面，眉毛盖掉，这下是。嗯哼。口红胶简称什么？口红胶就是小懒觉啦，口胶啦，那么小怎么口胶、啊？小怎么？我的润滑液就这么大一瓶了。真的，你把润滑液当速跑喝的？现在为什么我表情都不能动？为什么表情不能动？对啊。你表情可以动吗？我感觉很黏的。你男人吗？哦，我那个最近我要说的男的，哪一个男的？啊，你怎么口水啦？啊？啊！怎么会有人用口水？用口水啦，用口水比较快啊。原本想用你自己的，后来想把这样嘟进去，我们在聊动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？他最近结婚了，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个男生。你最近到底有喜欢几个？我夜店认识的。然后呢？跟我回家之后呢？之后我就觉得这人跟我回家了，摸他几斤一下，他就被我吓死了，然后再也不理我。这人跟你回家，然后呢？就啊，你们在床上干嘛？在床上又亲又抱，又亲又抱，真的。很正常的状况下，应该我妈姐姐不会这样。结果她竟然被我吓到，就夺门而出、欸。哎，被你吓到？对啊，夺门而出、欸。哎，这样把眉毛盖掉才漂亮，才会平顺。你眼睛就这么小一块可以画，可是如果你眉毛盖掉，你就可以就这么大一块可以画。然后她是夺门而出吗？夺门而出，像男人是怎么样？不像男人。你是在？那种正当场所，你是在那个哪里夜店有没有？这种公共场所遇到的，你在外面都看得很仔细，想说这人都没问题了。他那时候几岁？那时候大概28岁。28岁，这种成年人哈。对啊，成年人。这种成年好了，他你还不知道跟人家回家干嘛，我真的觉得很悲哀。对，还跟我。夺门而出，那就不要跟我回来啊！有这么大的时间可以跑，又不跑。对啊，我们从那边回来是用还走路回来的，就走路回来之后，竟然抱着我，亲着我，我问他鸡鸡就夺门而出被吓跑、欸。走多久？大概有走30分钟了。干娘走30分钟回家？30分钟才在中间30分钟就要跑，不是先跑了？连个 Uber 还没叫。是我们那时候是在这个。我们那时候是在欧洲，嗯，然后结果回去的时候，嗯，我就嗑了药，嗯，结果他就觉得我很夸张，凌晨4点。你嗑什么药？嗑一些会变成这样子的药的。豆筋，快豆筋。变成这样子的药。然后结果他就觉得我很夸张，他最后跟我的朋友说，凌晨4点才在嗑药。哦，嗑药需要去把杯吗？我现邻家列祖列宗。对啊，现在我可以嗑。我今晚哪会使食药啊？开始拿2个硬币开始在那边路边拨。对，我他妈的，我嗑药需要你管吗？你是怎么样？你要一整包就吃下去是不是？我们嗑了4个。4个，他就吓到。对啊。才4个。才4个而已耶。才4个就吓到。而且那个没感觉耶，我跟你讲，你是掉进人手。商人的陷阱，你买到弱的你就一直买，一直买。买到弱的，你就会再想要吃到更强的。没错。那就是掉入商人的圈套，难怪那个商人一直问我 ，Are you okay？ Are you okay？ 你确定只要买一颗？然后结果我就觉得不太对劲，他干嘛一直跟我讲他的地点？原来是怕我分量不够。嘿。他妈掉入商人的陷阱，害我那时候花了很多钱在上面。见到鬼了，七八，很多妖魔鬼怪，很多啊，这样子，6.5，对啊，6.5的话，可是我做了花了很多钱，下地去把它重建，变得很漂亮，又白又紧又肥。你怎么用的？打雷射啊，还抽血打进去，抽血用血清打在我的鸡掰上，打在你的鸡掰上，鸡掰变得很紧很蓬，很蓬，多蓬。就很肥啊，说那个只要越久不用，它那个效果会越好，因为里面打了大概2000发镭射。2000发镭射什么意思？然后你进去拔进去那个，如果你插进去里面插到鸡巴里会拔不出来，然后那个连阴牙人，对，连站着打炮都不会掉出来。
真的假的？真的很厉害。你平常站得倒会掉出来吗？有啊，常掉出来，还会都错洞。眉毛真的不见了。等一下再折起来，把它折掉。平常化这妆的话，都会觉得太出门。大概两个小时吧，我们来打量好吗？靠腰两小时会太久了。就精简呐、啊。做到脚都麻掉了、啊，最喜欢服侍人家了。你喜欢服侍谁？没看我的卡达夫都灰灰的。什么是卡达夫啦？卡达夫就是膝盖，你别动啦！嚣张哦！所以膝盖灰灰的。因为都一直跪在地上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那很痛哎。吸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就知道要画在这里。这谁说可以这样画的？我自己这样画的，化妆好，自己开心就好了。你不管画多丑，你也是很有自信走出去。一个是你自己画的。对对对对，我通常都是这样子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那我等一下会不会被你害死？现在还没完全告，你看还是有看到那个有一点绿绿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再盖上一点橘色。不要再皱眉毛了，好不好？笑笑啊，这是说笑。眉毛，这倒是。眉毛放轻松哈。我可以呼吸吗？可以。眉毛放轻松。我们等一下是要这样出门吗？哎，我觉得我屁股还蛮好看的，看我屁股。哦。哎，你没有，但你屁股很好看呢。哎，你屁股好硬哦。我在运动呢，哎，屁股超硬的，而且你没有橘皮耶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好你，我听你讲。这个身材不是一般的弄出来的，你看一下我的屁股，你看一下，我最近要去学那个练跳舞，我要去摆那个屁，你自己看一下那个网络上的人，那个屁股根本没有很大，然后在那边跳啥小。我要先夹我手指。好，你先放进来。那怎么放？这样放好，我也没夹。哦，哥，臭臭的。不是你夹这个刷子，看彩虹小马。你都是有那个钢塞塞进去的，那个有彩虹小马的尾巴。可以把它夹住，然后咬屁股，你看。就是，就是。你看，你看我的屁股。你屁股真的很好看呢。要真人来教我那个练那个跳屁股的舞步。OK。你觉得我现在征求有人帮我陪我跳舞，下次来录一集来跳舞的。没错。好，请特训他，顺便征求男人啊。可是我不想要那种长发怪。那你条件是什么？会付钱。要帮我付点钱，然后呢？然后要高，不能秃头。嗯，你就觉得秃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？你秃头，你要不就全部剃光。哎、欸，你有时候这种秃头哈，你留长，然后这边遮一块，那边遮一块，或者说风一吹，全部都风一吹哦，全部都现形的时候，你就觉得。要求跟合同系少年，你开始秃头，你会剃光吗？我开始秃头，我会想办法植发，还是戴假发？因为我不想要被我干的那个人会觉得含泪在被我干，然后又要抓你的头发，是不是？要把我绑起来啊！你有绳子吗？有啊，我绳子出来了，我还有手铐、欸。干，你口味很重哎、欸。你不是说有个人说跟你 open relationship 吗？没错。然后结果呢？然后结果就是。后来玩得比他凶，然后就是开始生气、嫉妒哦。我说大哥是你要先开始的，对不对？这提议还不是我提的，我就分手了。我就觉得被他闹得很烦呐，因为我就先讲好，就是有出去要跟人家怎么样，先报备，然后我说 OK OK。啊，你都跟人家怎么样了是吧？对啊，我想说就是有人约干不去，对不对？蛮美的，啊，是人家都这样子把你裤子解开來的，我都自己先打开了。我们不是那么害羞的人。有人跟你拖很久没有脱裤子，在那故意想跟你聊天，就谈心吗？对，崩溃。那你会怎样？我就叫他走吧。
你叫人家走过吗？有啊。你叫谁走过？我一直在讲话，我说你到底要不要打炮？我说你不想，其实可以直接走，因为我想要是打炮。他说我以为你想交朋友。我说你觉得我想要交朋友意思吗？我从一进房间就一直在摸你，你一直我以为我要交朋友，你有事吧？你一定要脸看着我，不要再看那里了哈。好吧。这样，好。也不用吸，我不用吸。你再怎么吸，我也不会开心。问医生，屁眼可以重建吗？你要重建吗？如果松掉的话，就要了。这种片要变成怎样？先不要动啦！哦，你一直动。我不想用假的，我喜欢用真的。啊，你用真的都 OK。真的还没有假装过。哎，有没有含泪在干你的？有没有很含泪？没有吧。看他们都蛮开心的、啊，彩虹小马，钢塞刷、那個。如果是我是男人长，我会一直给他抓着，然后摸看着大小。如果我是遇到男生的话，本来不是应该这样吗？对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这样子可以吗？你有这样抓过人吗？有啊。那他还有跟他被人家说过不喜欢的？有啊。那你怎么说？那就哦 ，OK， 我们就亲亲抱抱就好了。那夜店才这样子啊，这回家你一回家就是要打炮啦。那、啊、你跟人家回家就直接干的吗？啊不，你为什么浪费时间？嗯，那画的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喜欢的。我现在用的是 Urban Decay 的盘哈，然后 Urban Decay 最厉害的是它的那个什么东西？那它的那个定妆喷雾？不是啦，是它的那个啦，是那个眼睛的 primer 啦。我最喜欢它的定妆喷雾，你说什么意思？太松了。太松了，你才松干呀！看着我说太松林了，天生严肃时刻，很难给你这样子笑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这个妆看起来怎么样呢？现在开始强力蒸泡油，我不要蒸，我不想要他们。你哎，不，你现在想什么？不亏我疯到底的人，很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多轰轰烈烈，讲一下你轰轰烈烈的定义。就是大家要杀了你死我活的，但是又爱了你，我敢爱敢恨的那种。杀的你死我活是什么？杀的你死我活？就是要敢爱敢恨的那种。一吵架起来就是要拿椅子互甩，然后马上互捉爱那种。这是不是很激情的事情 ？Angry sex 吗？对对对，我蛮喜欢的。我超喜欢的。哎，这很奇妙一点是，我也很喜欢 angry sex。很奇妙一点就是。还会有人然后想强奸我吗？短炮两个人就都不生气了、啊。对，两个人就都不生气了、啊。好奇怪，为什么我会想这个？我不知道，是荷尔蒙还是什么？就是短炮两个人。你也相信 angry sex， 我也相信。我相信不是是真的啊，因为是短炮，然后两个人就都不生气了、啊。就他突然强奸我，就 OK 啊。他突然在你在生气的时候吗？他就是生气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摸他一下，然后他突然就是把我压到床上了。狠狠的处罚了一下，蛮喜欢，就是人家对我就是粗暴的心情，粗暴一点。我也是，我现在人家就是对我粗暴一点。我喜欢被绑起来，我知道有人说我现在厨房里，然后拿条绳子出来绑你，然后把你绑在那里，然后一整天不让你走呢。这种不行，你把我绑起来，不就是要狠狠干我吗？他就把你绑在那里。对，然后裸体在那里。我就觉得像智障啊！我说，那我哥感冒怎么办？你要拿一个小被被盖我肚子吧。那你有强奸人家过吗？硬骑上去吗？对。有啊。你怎样硬骑？就是到饭店，然后弄前戏弄一弄之后，然后说，都是零，然后说不可能，然后就自己骑上去了。他跟你说他也是零。对。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试试看啊，然后我就把。吹硬，然后骑上去了，然后就问他说：“那你觉得你还是零吗？”他说：“可能吧。”他说：“可能。”他现在不确定了，就是一个洞，一就是一个来，你手拿出来比，零是什么？零是这样子。那、一呢？你一个手比一，一个手比零。好。知道差别了吗？那虽然我是零喽，那我还是一。还是我可以不分偏一。你想干干我吗？我想干人啊！我想拿假屌干男生。不是有粉丝问你说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对，这两天有人进来传讯问我说，不知道是男是女的。你不觉得这样讲话很没有礼貌吗？你要不要带假屌干他？你就要处理掉他吗？要。对啊，怎么处理掉？
在假的干他。我相信你有这天赋，你要不要下载那个 Grindr？ Grindr 可是上面人都不会干我。Grindr 啊，你是大屌为娘，不分偏宜啊。那你好发现我没有肌肉吧？你去看，没有？你看大屌为娘有没有人要敲你啊？哎、欸，干嘛又拿口水，吓死人了！站下了，他掉了。也有很常吃掉的。有打炮就要吃啊，干你的事吗？啊，你都吃很久。看人家要求吗？我配合度是蛮高的啦。那你觉得我现在这个妆好像蛮适合我的？蛮适合你的啊，蛮美的。但是你想什么就给你什么。看画起来感觉很有魅力。给我画就是一个帅啊，我跟你讲。那你有体验男性魅力吗？男性魅力什么？你的男性魅力吗？那你花过钱去找了吗？没有，我没花钱就很多人要找我了。嗯，你在那边摆几个漂亮的 pose 我看。好，衣服撩一下，摆几个美丽撩人的东西。这看起来快快的。哦，你是丁字裤是不是？不是。你那是什么？后空啊。后空。露屁股的。后空，然后我也要来后空。等一下，女生没有。好，你再坐位看看有没有撩人的。不错不错。可以搂空吗？可以。而且你屁股很硬欸。对啊，那个搂空的先穿一下。借你穿一下吗？搂空的再拿几条来。可是它前面是有一包呢，前面一包，你看它前面是有做这个呢，啊，你前面穿，把它录起来看一下，你不能，稍看一下看一下，你不能穿，你看你前面有这个，你前面空空的，你要塞东西呢，因为画的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嗯，我的被我挖成这样了，因为我就是很要求哦，你黑就是很黑，你出门不漂亮，出门干嘛？出门就是要给大家看说我今天很漂亮，我在这里。嗯，啊，我没什么才艺，我是在这里漂亮而已。啊，一张脸打天下先。现在人就是喜欢看一张脸而已啊。对啊。他也不在意你什么才艺啊。不用才艺，才艺就吃鸡鸡啊。嗯，就是很亮，因为他就出了名很亮啊。Anastasia 极光系列打亮牌。OK， 你看这多亮。让你亮到整个脸看不到脸，没错，这就是因为它反射很强。怎么屁股露一半在外面呢、啊？看一下，我屁股也蛮漂亮吧？为什么都痘痘啊？因为很热啊。惯我习惯就是要用唇笔框，嘴唇是很容易干啊。吸染胶不是黑黑的吗？对啊。你有吸到变黑黑的吗？有啊。哦，你一直笑，你看你哦，最后一颜色，唇就会很漂亮啊。要不要贴水钻？好，我们粘水钻呢，我们用那个你的东西，嗯，金钻高级礼盒，好，两眼各三颗。他剁菜很大力，他这是在生气。嗯。这就是一个变装皇后的妆完成了，超美的，干，我觉得蛮有魅力的、啊。变装皇后，你看画这些妆多辛苦。如果这支影片呢，如果你们有些人不尊重变装皇后的话呢，我就把你们直接拉黑。你有些人这网络上骂什么恶心人妖什么，我就是没有，就是每个人就是都有装扮自己的权利。对啊，而且他们出去这样表演什么的也是很辛苦的，也是娱乐大众。你在化这妆多累吧？你化了我两个小时。对啊，你再帮我化眼睛就好了吧？我要帮你化整个的 contour 也要。我有 contour 呢。不够深。如果有人不尊重所谓的变装皇后的话，或是呢？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比较高级的话，或是你们对变装皇后有什么其他的那种批评的话，我会直接把你们拉黑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不尊重人的开始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变装皇后，但是我看到有下面在谩骂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开心，我觉得非常的生气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，你懂吧？做自己帮自己打扮的权利，没有人有资格评论他人，对吧？对啊，我这样说是不是？而且变装皇后，而且变装皇后是很辛苦的去打扮完成的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你们这些人如果要这样唧唧歪歪的话，干脆要怎么处理他们？
我就是很鸡歪，就是你知道人家出去这样表演什么的很辛苦，穿女装，而且你知道不用皇后，就是有些人要 tuck 就 tuck， 就是要把那个收起来，你对你的阳具收起来，对，很辛苦，是要拿那个什么风，有时候是要拿风箱大胶带收起来，我就觉得有时候是很不礼貌哎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人的尊重，如果你们不懂怎么尊重人的话，那也不会有人尊重你。对啊，有时候干话就留在自己心里就好了。你不能够这样。如果假如说我们这次影片呢，如果出来的话，你有什么七七八八的话，我个人会把你的时间拉黑掉。然后呢？不是不拉黑，我们只是来这里散播欢乐，散播爱。对，我们散播爱。